你还玩这个？玩啊！我啥我不玩啊？那不为了满足你们这需求吗？啥我不得来点儿？多少都得会一点儿。点烟平 A 却戳，我点烟呢，伤害确实差一点哈，不过算了吧，既然我闪都用了，那就这么地儿吧。我只是试一试，我们的虚区到底够不够？哎，这回死，没想到吧？刚才只是虚晃一枪。走了，哎呀，老唐囊，冰女这个版本出啥呢？别管啥，两本小书指定没问题。先来一个美甲气魂卷的小件，霜啊，永霜没吸地，其实我觉得面具好一点。哈，定平嘞。抠一下。哈，平嘞。平为定，平为义。战争来来去去，而我永恒不灭。抠一下，定，平为，给我把伞给我交了。能抠的吗？差一点应该不行。哎，他是不是闪了？我好像看到一道光，圣光。傻了，那还行。定。哈。这螳螂挺有意思啊。定。再见，我走了。
先来个遗失的章节吧，省着这冰底太缺蓝了，这英雄。遗失的章节有三重出法，我们第一重是泳装双折磨，第二层是炉灯，第三层是蓝烈汉的苦楚。先看一下对面阵容，近战比较多，可能炉灯会好一点，炉灯和泳装都好一点，但是这两个吧没有吸地。你干哈呢？定抠一下，再见。来，那个鱼定抠一下，停。再定抠一下，那个鱼已经就是生气了。那个鱼，那能生气吗？呢？那不能生气。泳装啊，哎，我还是想出蓝莲汉的苦楚，怎么办？这是我最后的倔强。面具。因为这个英雄他太要吸地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捡吸地很重要，他的 W 跟 E 技能伤害虽然还行吧，就是吸地太长了，我必须得要他那个被动捡吸地。正扣冰碴子，冰碴子定平威，冰碴子，大度 W 定冰碴子走闪现。剑圣他妈到底在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剑圣，哎呀，我靠！先来个皮海，不过我们确实也有问题，这边有点问题，问题还比较大。没打峡谷就行啊。
一会儿啊，可能小驴人有大，这波没意，小心点。人呢？差一点点。往下边走吧，螳螂在我屁股后边呢。封路吃成塔皮，哎呀，吃不到了。干嘛又狙一下子？这好危险的感觉呀，有点危险。先来蓝烈汉苦楚，下路都通关到高地了。为啥呢？为啥下路到高地了呢？很奇怪呀。那潘森加卢仙打不过女警加杰拉，我操！我出去说就都让人笑话了。真的，我出去说都让人笑话，老招笑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旁边几个人呢，怎么办啊？咱们别上啊，让对面上。真装啊，塔下戳我。这把杀你姐呢？如果这你都打不死，兄弟，我无话可说。哦呦，差一点点！哎呀，这个螳螂差一点儿。先来梅家窃魂卷。
螳螂可以 100。一下把幻溜要杀我啊，撤，帮挡一下没事，别打了，螳螂活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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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螳螂，一下，一过来打不了 Q 一下，平 A 接点炎 ，Q 一下，我靠！我这边大招差0.1秒，我给他们全杀了，好烦呐、啊！这波没大。小龙打能打过他们家那螳螂，没有前排的话那收割不了。哎呦啊，好女警，漂亮，收。哎呀，那鱼上来了，一下一过来 W 定住给大接个钩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个钩，接吃药，接死亡。哎呀，这要有个钉就好了，放了别去了。这螳螂伤害太高了，不能说是大招给对面辅助，给辅助不好用，还是得给这螳螂，你知道吧？螳螂收割不了，螳螂能收割完全取决于剑圣二不二，因为剑圣是个傻子，所以说螳螂能收割也没办法，确实是没什么办法。跟那剑圣说你过来团，给我定住打破你接扣，还拿蓝，你这拿个蓝干嘛？打，不打没机会。我移过来，定住，坑一下。哎呦我，我盯没盯出来？哎呀，我的美甲窃魂卷呐，差个猫子。我都没寻思他们能给我秒了，我寻思那小绿人大招还没出来，我应该死不了。没大我别上，秒人不行，我不上他们没机会。还好啊，没事，他们打不了龙应该。嗯，打去了，快去呀、啊、
难呐，美甲窃魂卷卖了，不行，美甲窃魂卷根本切不来。守一守塔吧，现在这女警螳螂GG， 伤害太低了。他是有魔抗了吗？啊，他出魔抗了，我是怎么打不过他？难呐！有个人让我跟 R 跟 W 分开，我这是定身儿，人家女警能 A 我，我 R 跟 W 分开有啥用啊？我分开那女警就不 A 我了，我 W 技能我只能跟她打点伤害，我分开用我也不是说主控制那女警，那剑圣没来，我只能跟她单挑。那剑圣我跟他说，我说对面少个人来团呢，剑圣说好的，然后就带剑的了，咱也没啥办法。螳螂是不是要来了？撤吧，螳螂要来了。女警出影魔刀，螳螂出大影魔刀。哎呦我操！装备跟不上了，600块钱还行。
你是惩戒除了会惩炮车，其他啥也不会。一个一个杀吧，只能一个一个杀，我们慢慢杀，不着急。别上啊！别上，一个一个来啊！一个一个来，可以。这边就别去了，也没视野呀。回去了，不要了，给他们了啊！什么都可以给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给。还有什么能值得失去的呢？真是。那野区一个眼儿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给了吧。来，女警可以杀。定戳。哎呦，一个一个杀啊，一个一个杀，就得一个一个来，我们的控制够多。你就这乱跑，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就死，你别老乱。这个鳄鱼不能杀啊，这个鳄鱼不能杀，这个鳄鱼杀了，旁边如果来个螳螂、小绿人啥的，咱就死了。不能杀啊，这鳄鱼。远古龙可以给，没事啊，都可以给。这些都可以不要，只要活着。你看，活都活不下来。还问我为啥没偷娃、你跟个瞎子似的，跟个瞎没杵的似的，人家有夜刃之风，你跟我说为什么没偷来？按错了，操他妈的！哎呀，别在野区晃，我守下路。双龙会守塔就完了。别吹了 ，nice， 给我烫死，漂亮。不要出去！哎，不要出去！不出去就不出去啊，就不出去。你为啥不W他这波？谁死了？剑圣又死了。没事，死死吧，啊，无所谓。守塔守住。老鳄鱼，
回家发传棒。我还剩件装备出什么呢？我法强好低哟、哦！我四件套400多法强。嗯嗯，这可怎么办？守家，不要了啊！这远古龙 buff 还没完事呢。守家啊，守家，给我守住！啊，干哈呢？这。叮叮，没办法了，兄弟，他硬上高地杀我，我也没招，看你们的了。哎，你说你们要上吧？你说你那个，你说要上吧？你等那个塔有的时候你上，塔没了你咋整？最后被夹着顶。没关系啊，钉钉夹夹呗，那没办法，女警手撕怎么整？差一件装备，但是对面拥有远古龙、大龙、小龙。还差个大龙，这个大龙怎么办？能不能打？也带线也带这么长时间了，能不能打？我看东西看清楚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试试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一起走，你小心那边啊！我说了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嗯，我说了，一起走，一起走。你不一起走，不让螳螂偷吗？操了他妈！少两个人还敢打楼？那剑圣干鸡巴啥去了？打吧，叮！打不赢就投。真累。到了5-3啊，5-3，5-3还能让人给龙给打下来，他妈太出水来了都，玩呢，跟我玩呢是吗？那剑圣带100年线，让他带100年线，最后给我出门就死啊！还不投？操！我不守了，家，我守家，我受折磨，我不守了，行不行？别折磨我，行不行？我能不能不守家了？我请求这波不守家。
因为守也守不住，那大龙 buff 加远古龙没法守。不守了，守不住，守我也得死啊。